伫后尾龙埔生态园区举办的婚龄游戏节，这一天连假是吸引了大批民众到场。婚龄馆政府也举办了真侪精彩节表演，和民众来欣赏。除了本地戏团以外，也佫邀请几落个国际游戏团前来演出，会当讲是好戏连台，予大家看到各地无同款的游戏表演。阿爸，阿爸，阿爸。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爸！婚龄歌会节的活动，这几天的连假吸引一个民众带小朋友来看戏。国府主办单位今年同样有邀请真侪国际歌会团前来表演，让大家唔免出国，就再欣赏外国的歌会演出。今仔是国庆日，在咱龙埔生态园区有举办一个国际舞戏节吼，啊，咱这个舞戏节。节目非常精彩，其中咱有俄罗斯的表演，啊嘛有香港的表演团体，吼、哦，这国际团体来这表演，啊，恁免出国就有法度来这看这个国际团体的表演，吼、哦。今仔日十月七十国庆日，观摩处阁安排金钟比赛，好戏连台。观摩处欢迎大家二十三号进前约约前往龙埔生态园区看好戏。另外就是暗时有一个全国金长奖的比赛。啊，拢总有十团。伫即个10月10号，咱有举办第十届金长奖的比赛。啊，拢总有十团来遮做表演，节目非常精彩，欢迎大家做来看好戏。啊，伊个活动到倒时？活动是到，咱为十月初八到十月十三，啊，为今天开始还佫有四天的表演吼，所以欢迎大家做趁利用这个机会吼，较紧来观赏咱国际舞戏节的表演。国庆日的表演节目主要是安排布袋戏的演出，除了正统的布袋戏团以外，真侪国小的布袋戏班也登台表演，传承这项婚礼的民俗技艺。嘉庆君游台湾，这是什么所在呢？公主，也就是朱罗山，一个经过300多年后，会出产一个美味可口的料理，叫做嘉义花鸡肉饭。婚龄国际舞会节今年已经进入第14届，配合明年的台湾灯会，国府扩大举办的规模，让各地观众会当大开眼界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